We are going to print it 样板，调整这个高度，然后在这个两毫米左右，那移到最后面去。可以打印这个白墨，先打印白墨，看到白墨的效果，然后可以打印。我们打印这个，高精度一点吧。好，开始打印了。已经打印了一个白色的一层了，我们再打这个彩色。打印完毕了。